新传媒艺人曹国辉涉嫌同另外12人在住家办庆生，违反了群聚条例，今天呢被控上法庭。53岁的曹国辉被指在去年10月违例允许12名访客到他位于利施路的住家庆生，超过了当时解封第二阶段最多5人的规定，他因此违反了官病医酒临时措施法令。同时，其中一名50岁的访客也因涉嫌违例被控，他明知聚会人数会超过允许的人数顶限，却依然邀请另外3名访客前去参加派对。案件将在下个月27号过堂，涉及这起违例事件的其余11人在早前已经各被罚款300元。